好啦，咁當然咧，去到而家我要介紹一下我嘅商品先啦。咁第一咧，大家咧真係要搞清楚，我呢一部咧流動嘅空氣淨化機唔係空氣淨化咁簡單，佢係將佢個有效範圍大約係百松啲尺啦嘅細菌同埋病毒全部潔淨。嗯 ，OK， 可以用三個月。我今次奉我啲同事同我再同大家講多次，佢可以佢唔係插電，可以插住 USB 用，或者用四粒碳性嘅二 A 電。其實我就建議大家用二 A 電嘅，可以帶嚟帶去啊嘛，唔使兩條路線，而且好襟用。四粒碳性二 A 電已經可以足夠用三個月㗎啦。我十批有話同我講。咁佢係會點樣咧？佢係會著五秒嘅藍燈，跟住停，我撚鳩鳩停好撚耐，寫35秒，然後又著。又停，呢個係正常嘅。咁佢係會點樣呢？佢係會著五秒嘅藍燈，跟住停，我撚鳩鳩停好撚耐，寫35秒，然後又著又停，呢個係正常嘅。唔係壞機 ，OK， 留心。呢個係310蚊，出邊賣緊幾錢？街價599。This is 點解啤梨店係咁撚值得支持？